嗨，我是声音爆炸的 MP 大熊 Much Bear， 然后旁边是小帮手。我今天的声音呢，一直都是这样。今天要来那个台南的，这是什么？仁德家乐福哦，有一个什么宝可梦快闪店的活动。大熊想要趁着剑盾还没有发售，应该是说明天就要发售了的时候，快点来看一下，到底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 shopping 买一堆回去。然后现在这里是手扶梯哦，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，在后面那边。然后他说有一些什么试玩活动，可是剑盾我已经订完了，所以我只是纯粹来看，我要 shopping。哦，已经看到这次剑盾的三只新的御三家了。哦，这里御三家的布偶敲音猴，还有演员兔。哦，烈焰蜥都有欸，哇，这个啦，超便宜的，太阳167，月亮也是167，好划算哦。你看那个宝可梦才100块，这边全部都100块，超划算的。啊，我要买这个尾巴，我要买尾巴，它的尾巴好可爱哦。这个450大的，小的好像比较美合，对不对？买大的。放进去就对了。今天麻烦小帮手了。这里还有哦，机械皮卡丘哦 ，Pokémon 公仔，这也都100块。可是这个看起来有点，喂，这个皮卡丘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呵呵，哦，这里，哦，这里还有。哎，我原本想说不多哎，结果还蛮多的。徽章130，哦，小吊饰，哦，这是铃铛220，然后这是笔280。哦，机械皮耶，好多哦，东西好多哦。这个小黑板耶，好可爱哦。哦，对啊，680有点贵。耿鬼这里，诶，那耿鬼好软哦，好贵，450。好吧，他撇的东西大概就只有这边这些御三家，旧的御三家之类的，还有公仔啊，剩下的东西都几乎比照 Pokemon Center 的价格，所以是不算太便宜的价格。所以呢，来这边要买呢，可能要仔细挑选一下，确定一下价格，确定自己买不买得起才是重点。啊，这里，哎，这个都是可动的，这个都是可动的，167，有没有路卡利欧啊？这个小字。哎，167块其实还算不错了。我要买，我要看一下，我想要忍蛙。它这里是什么？哦，也不都行动哎。阿邦，你捏捏看，它肚子软的，好可爱啊。那我拿一只忍蛙好了，反正也才100多块嘛。那我就拿这只忍蛙啦，我要接这一只。一秀卡普敏敏，敏敏也好可爱哦。而且都100多块而已，啊，超想买这三只里面的那个岩兔，可是好贵哦，500块，下不了手。中的680比较划算，这个中的680比较划算，可是这个我不知道放哪里，因为我想要买这个是想要挂起来。哇，这样大熊真的画不下手。好，那大熊今天的战利品呢，没几样，就是这两样。一条尾巴跟一只忍蛙，好，我们去结账吧。啊，收银区，它整个都很宝可梦风哎，上面也都有挂牌。然后这里，我们来拍一下这个有广告，大熊明天就玩得到了，好期待哦！我今天看那个巴哈姆特已经写说他们已经在物流中了，所以已经寄出了。所以我明天应该是说今天半夜3点就会直接去超商那边追物流。希望可以快点收到我的游戏，然后直接玩爆。然后最近可能大熊就开箱影片或者是日常影片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，因为会先以 Pokemon 剑盾的直播为第一优先，玩游戏为第一优先。对，欸，那我们今天这样就逛完了，我的宝可梦的行程就没了。我们结完账了，你碰我一下，怕小，画皮效果。OK， 我们今天的宝可梦行程呢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对，接下来呢，大熊要跟小帮手呢就要下去逛家乐福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大家就看我的剑盾的直播吧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